来关心今天最新的欧美股市指数以及金价、油价。先来看到美股的部分，道琼工业是下跌了632点，来到27500点；纳斯达克是下跌了465点，来到10847点；费城半导体是下跌了104点，来到2108点。继续看到欧股的部分，英国金融时报是下跌了7点，来到5930点；德国法兰克福是下跌了131点，来到12968点；巴黎政商工会是下跌了80点，来到4973点。继续看到金价、油价的部分，国际金价是上涨了4.29块，来到1938.6块；油价的部分是下跌了2.93块，来到36.84块。